好，我们来看看呢，这个性质啊，或者说这个定理，它的意思就是说，我现在举个例子啊，就是三、八、六、七啊，这个除以十一哈，跟什么？跟你七加八扣掉，六加三除以十一余数是一样的，哦，这个是同理的。哦，就是说这整个数啊，就是像这种的，跟什么同理呢？跟你这个是奇位数字，哦，这是第一位嘛，这是第二位嘛，奇位数字和扣掉偶数那个偶数位置，啊，哦，就是奇位数偶位数，哦，奇位数之数，奇位数上面的数字和扣掉偶位数它上面的数字和，哦，啊，以这个当例子的话，这第一个第三个位置的和，啊，扣掉第二个位置跟第四个位置的和，哦，啊，这是模式。好，那为什么会这样，理由是这样子的，理由是，哦，这个的话是这个六代表六十，这个六十等于六乘以十，对不对？六乘以十，这十哈除以十一哈，它跟什么同余呢？跟那个负一是同余的。也就是说，十的 n 次方有没有？这个如果是偶数的话，那么它就跟什么呢？跟一是同余的。那这个如果是奇数，像什么？像是十的一次方或十的三次方等等，哦，十的 n 它就跟什么呢？跟负一是同余的。如果这个 n 是偶数，这个 n 是奇数的话。好，那比如说举个例子哈，比如说十的三次方，哦，十的三次方嘛哈，我把它除以十一的哈，如果是十的话，如果是一的话，那就当然零了，与一类，但是如果是十的话，那也是零，那也是啊，就是一，就是负十一嘛哈，减掉十一，就与负一。好，哦，那以此类推，啊，比如说十的三次方，这样写哈，十的三次方哈，这可以写多少呢？我们知道这个一零一哈，这个是，零次方、一次方、二次方，一零零一啊，这个可以，它是可以被十一乘除的，这个可以被十一乘除，啊，减一。所以这个哈，哦，除以十一哈，跟负一除以十一余数是一样，都是余负一，跟什么呢？跟负一是同余的。好，啊，十的五次方也是一样，哦，十的五次方哈，这是，不然我们十的三次方哈，把它算一下啊，是十一嘛，对，啊，这是吧？这是，这个话我把它乘以多少啊？这个就是一哈。这是九了哈，九是九。它多少？这是十嘛。它说是带一，就是十一嘛，余负一啊。哦，啊，如果是一百的话，那一定是余一。十一的话，这是九嘛，九是九，余一。哦，那以此类推啊，那这样的话我就可以证明了，证明说我现在的话哈，这个六哈，这个这样子，我们先写七哈，七哈除以十一当然是余七啊，某这个多少呢？或者这样写啊，一哈，一除以十一。跟一除以十一当然是一样的，啊，十呢，八除以十一，跟负一除以十一是同余的，啊，一百，一百的话除以十一，除以十一的话是余的，一百哈除以十一的话是一个余一啊，九九是九，余一，放在一样的，那一千呢，它是余负一的。一
1000的话，这11的话是9，99，十一啊，11，负一啊。好，那以此类推，有几个式啊？零次方、一次方、二次方、三次方、零次方、一次方、二次方、三次方，这样够了。好，再把它乘以7，再把它乘以6，再把它乘以多少呢？乘以8，再把它乘以3，那这样就得到答案了，把它加起来，加油吧，这是3000嘛，867，3867，我把它除以11跟什么？跟你，这个7减掉6，哦，6乘以负一嘛，6，再加8，再减3，余数是一样的。啊，这个是奇位数，这是偶位数。啊，等于多少呢？这是15嘛，减掉这是9，9的话这是6。好，所以3867除以11是余6，不然的话不相信的，哦，你要除除看。3867哦，把它除以11嘛，这是3，3是3，56，那这5。15 17，再一11，余6，没错，是余6。好，啊，你如果做形式上的证明呢，也是这个样子。好，做形式上的证明哈，我们就说这个就乘以 A0 了。哦，啊，这个话哈，这个是乘以多少？乘以 A1，再乘以 A2，再乘以 A3。哦，啊，点点点，那，啊，这样的话，全部把它加起来的话，就变成什么？变成是 A3、A2、A1、A0 嘛。它，啊，跟什么同余？就跟呢，A0 是正的嘛 ，A0 加 A2， 它，啊，扣掉呢 A1 加 A3 是一样的。那，啊，如果你有 n 位数的话，一直写下去嘛，这边把它全部加起来，这边把它全部加起来。那奇位数字的和减掉偶位的数字的和，那两边是同余的，这是某什么呢？某11啊，哦，这样就证明。